地图出来。那根本是小孩子一直赌的吧？是啊，我们去虫虫的地方应该还安全吧？所以负债就不会掉钱可以啊。负债能干嘛？就没钱而已啊，怎么了？就负债啊，就负债，怎么了？那跳钱负债没事啊，那负债好几亿都还活得好好的，谁负债好几亿啊？20啊，负债啊，一整个城市，整个国家啊。那个偷钱啊，是看趴数吗？偷趴数的吗？偷钱是不是？就偷固定数量。哎呀！啊，嗯，因为我懒偷趴数，不要懒这。你怎么这么懒啊？啊不就减等于改成那个乘等于，然后变零点几而已。不要这样，他们数学问题，而且不要这样。啊哈，好吧，没事。200，数学如何啊？满分，就像不存在一样。不存在。发光啦，小雨，我们发光啦，发光喽！他们其实也都没有再出来，他们不晓得想干嘛。准备了，准备了，音乐。他们应该有人要准备出来。搞我的！白痴啊！No！ 上天要给他们运气。看不啊？看不到路啦。连自己脚底下都看不到，那我们这场是不是都衰衰的哈基？看开头是谁带的那个啊？我只是铺后尘呢、欸。开头还是20吧？还是这个？这个是台中，不是我。你抢走他的国王哎、欸，然后就变成这样了。我在收拾他的屁股，对，收拾他的屁股。所以烂屁股，前任都做得不好。对，都是前任的问题。音乐领钱喽！你收拾的不好。哎呀，你开局都不好。顶头，光，我觉得你还是要随时小心。好，我一直很小心。意思，我连20都小心。闪电鬼一把，鬼一把下去啦。那你都没有想要做些什么事？哇，又发光，干嘛这么怕我？他们超多发光。对啊，一直发光。你现在是要去挖矿的那集？有时候看不透。哎呦！哇，那狂赌哦，他现在一定是赌到底哦。嗯，赌不到完。没关系，我再过去。我们还没有发光啊，可以发光他们一下，不我怕他们。不用怕，他们不会玩。看得到。苦力怕跑下来，哎呀，没事。看得到一堆白色的光。没钱发光啊。我怎样穷啊？刚刚都花光了。谁叫这个国家带领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闪电异形。空投那个 TNT 是吧？空投水球，空投水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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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中，没中。看他打谁，我打你哦，那就有中。哎，是啊，上面隔着一个黑曜石，这么打不会痛啊。他们，哎呦，想来。杰克想隐形，杰克想隐形啊！哈，小心哦。嗯。要让安娜集回去了吗？还是不用？好不要拉好了，让他继续待在我们家吧。好不要拉走，不要拉走。想回家，我们不让你回。要死给他一起死。发光光。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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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我才刚发光，干嘛这样？那几？我想回家。五百团团。玩不回家也无所谓啊，这个这游戏。没有啊，就大家一起失明啊。捡到治愈书哎。你要小心，说不定纳吉其实还身怀巨款。没了啦，从哪里身怀巨款啊？他死透了，他死透了，大家都死透了，那不用怕。右边下面有人来哦。嗯，好哦。满清，你只是个锁链，性感 boy。我都快要变成那个了。小心哦！哦，团团在炸哦！团团有炸哦，还是有炸哦。他钱很多、哦，中间下面有没有可得挖？
有，你可以去挖挖，赚一下。那几天抽你的命，死不足惜。我没事做啊，没事做。我原本要干嘛？我原本要带跳刺回来的，可是我在跳中间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去，就不会飞了。团团来到我们家下面喽，他这个、哦、他炸虫，他炸虫掉虚空里面，然后不晓得想干嘛。欸、我们我去打他，因为没钱炸虫、嗯，对不对？我还有一些些，还有没有？我没有路过去吗？啊，他有一点点破碎，可能要先一条命把它补好。嗯。人家苦力怕被烧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动作，只会跑吗？喂，为什么这只一直跑、啊？哎、欸，中！哎呀，锁链杰克，中！锁链中，是不是？哎，杰克，我们家好能上楼，这地方完美的布阵啊 ！Go go go！ 哎，整个世界都是我的狙击台 ！Go go go！、嗯好 ，OK， 可以，这里可以。上不了，我把云定在那里就可以了。钉在墙上，差1300分，还是有点风险。嗯，有什么风险？不是时间快结束了吗？还没，嗯、还没。分钟啊，世事难预料啊。对啊，万一我昨晚小莫开跑去送头，他们两次就对啊。别啊！可以不要说这么恐怖的话吗？那个，对我最近有点肚子饿哎、欸。觉得哎、欸你就是要队友给你贡献点吃的吗？我住在台北啦，哎、欸，啊，最近有点肚子饿，手头有点紧。哇，怎么有这种国王啊？你等下就要死了，你小心啊，国王受伤了。他们其实感觉就是国王哎、欸，哦对对，我这个两个炸漂亮，他下去了，他下去了，耶、yeah, ，赢了，他没得赌了。六，中间，你们劝，我刚丢完了。我也是国王，可是我要去捡吗？我等下想办法过去。我要摔死，我要摔死。好，我想办法。我看到有人丢水球丢我。那全部都冲过去了。你安全起见，你安全起见。好，我很安全。哎，中间还没出生，没有翅膀对不对？翅膀上箱子不是有一个？嗯，没关系，哎，宝石升喽，升了，杰克要拿，杰克要拿了，有没有人可以赌命呢、啊？宝石干嘛的、啊？我要去拿。他掉了，杰克掉了。我有弓，我可以支援你，你小心，只是那边很爆炸而已。宝石在上面啊，你找错了。我在上面吗？那宝石，宝石要爆了啦！我智商满血，十秒，智商满血，智商满血，就是国王复活国王用的，国王宝石。哎呦。有国王死掉吗？有啊，有啊。你家的国王、啊，你家国王哎、欸，你哪知道他们家国王是谁啊？音乐啊，画框右边都有显示啊。去看我们的精华，去看我们记录它。没有在看。喂，有洋洋在走台步哦。哎哎、欸欸，那为什么跑到他家去了？作者。哈哈哈哈哈哈。宝石，你知道那重生的宝石直接又掉下去了。所以他又在死一次的意思吗？对，没有，他没有重生。我黑黑黑了，黑了，看不到。滑了。哎，掉下去了。我捡到了。可是我上不去。你再掉下去，你再掉下去。我再掉下去吗？对，你再下去。等一下，我想一下啊。可是我已经跳下去了。你跳下去，然后我在中间，你继续帮我射。好 ，OK。没问题，没问题。那个宝石没有掉下，在下面那个平台上。对对对，掉到那里了。加油，加油！没事，有了有了，来了！看到怎么下去了啦？作者，作者啊，作者！哎，没有停在中间。团团有想法。小雨有路了吗？可以上来吗？那要岂不是永远都不能？右边有人来哦，右边有人来哦。那个杰克，我捡到了。好，试一下杰克，试一下杰克。团团。你在干嘛？你跑，你跑！你在干嘛？哇、哦！你怎么没帮我？乔乔，我失败了。乔乔，你怎么了？乔乔，我跑没了。救命！我有瞬移，可是我怕瞬到对面去而已啊。哎呀，你应该直接瞬上看，看是不是？好吧，嗯，没关系，是我没射到。会击啊！刚刚也在看国王，然后也在射那里。哎，国王，你怎么一直过去？没有，宝豆。啊！哇，小影直接冲过去了。
冲啊！这把它放在箱子里耶，是吗？我听到开箱子的声音。他还是往上吧，应该找那个吧。就是上面的路被拆了。啊、嗯！我们走上气质了。走了。好、啊，空时间。你不是我认识的巧克力，你一定是间谍，偷他。我是。我演了一辈子。有人要这个吗？治疗技能书。满了，多买了是不是？捡到的，买的，捡到的，捡到的，满了，满了，买错了。矿工稿，你要就拿去看。哎、欸，我们有钱了，我们又有钱了，有钱，有钱，有钱了，有钱，有钱，这里有钱了。二零赌回来吧，炸回来吧，讲错了。啊，谁要赌还是炸？看你，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喜欢哪？不是在，哎、欸，可以，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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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哦呦！等下，你做什么？等一下，巧克力叛变了！巧克力叛变了！我只是想要试试看。巧克力叛变了！我听到我看你们大家觉得很好笑。我以为现在是这个时间了、哦，还没啊，差不多了，快了，差的差不多了，还没啊，哎、欸，他们在炸虫，他们在炸虫，等一下，你先去扫虫，如果连炸虫还是有机会，可恶啊，你刚刚怎么没撒、啊？我可以保护你、啊，我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哦，可以把你带进骨灰坛里啊。对啊，是绝对是为了保护你啊！啊，是，真是可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我的哇，哇、欸，你死了、欸？不是巧克力哦，我又不是我，不是你吗？纳吉，纳吉啊！我捡到了，我捡到了，不是，我以为是你、啊、还有纳吉跑走了，纳吉你没有捡到宝石啊？我没有关系啊，我没什么都没捡到啊。你要捡到、啊，那其实是队友啊。知道，让局势那个精彩一点，就是把黄宝石 Q 出外面。要去中间的是不是？我懂，我懂。我怕你在最后对被对面讲话，所以你先假动作是嘛？我懂。中间来啊！这个人超奇怪的啦。哎、欸。你们送回去分数也够啊！没有，这是为了让这个场上有没有掉下去了。我跟你讲，可以刷分数，更混乱啊！可以刷分数，你们拼命把它射下去。没事，你只把它射下去会有十分。对啊，对啊，你看他们一直在中间、哦，战术是吧？哦，对，战术。哦，我懂。反观，哎、欸，你看这一次我就射中了，我刚刚都是为了。这一刻、哦，为了这个时刻，哦，荣耀时刻。哇，你赶快看啊！我这么的英姿啊！这里还有个十分啊，这里还有个十分，对对对，那个天梯炸了，碎碎碎碎碎碎！哦，飞好高，飞好高！赞！哎呀，宝石嘞，掉下去了，光宝石。我挖，我被推了一下，这全部都粘成这样。那你还是可以啊，都是我的狙击台啊。哇，赚，又十分。对的，你看光，我有在做事。再十分，再十分，哇！哇！这样子，我们还可以投票吗？可以，要投谁、欸？不能啊，间谍投票，投发局数又进不了。可以，可以吧？可以吧？投巧克力了，投啦！这样我们会扣分啊我们要最后喝。那投那集，投那集啊，来不及。没啦，不是我自己啊你看他这样子有没有都为了抢宝石就不会炸我们虫了是最好玩的哇对啊经验塔欸上去吧好嗯你现在要确定真的假的、哦、对因为你没按、啊、是我们还没按、啊啊、对是你们还没按是你们还没按对啊光不见了嗯哎、欸、我们都找不到我们的间谍啊哦我觉得一开始就知道了哎、欸、谁为什么知道没有啊他默默走过来然后感觉你们都不投他走去哪里所以你们觉得我们间谍是谁
因为我实际上没什么在做事情，就纳吉啊，啊对啊，刚刚宝石到有在纳吉身上，对啊，宝石在纳吉身上吗？没有没有啊，纳吉成功炸死哈记，然后我捡到，然后我就想说，想说为了防止你们炸我们的虫，所以把它丢出去，这样你们就为了抢中间都在中间，哦，然后是是是是，算是另外一种娱乐，然后我们就有十分十分十分可以赚，对对对对，哦，我很怕你们炸我们，赶快把它丢出去。我刚刚想说，我刚刚想说，纳吉一直在那边看我，我看他，我想说他是有没有宝石啊？他炸了，他走太快了，他走太快了，因为宝石要等一段时间。哦，原来如此。宝石一直掉到下面超霸气的，他没有就是准的掉到那桥上，一直往下飞。没有还滑了，我们有几次也捡不到，我们就说二零二零，你自己去捡二零，麻烦自己捡，拜托。会掉到下面的鸡眼。对啊，所以你现在哦，所以你算好了是不是？让他有 A、B 两点可以掉，对不对？哦哦，耶！两个在干嘛啦？那是二零零啊！啊，那你有 A、B 两点可以掉吗？啊，你怎么没有？飞，红最无伤机。那你最后有成功炸死他机了？有做事有做事，只是有，我以为他知道我在炸他，结果他站在原地。对啊，我炸你就没听到，那你炸你就就因为你是用丢雪球，雪球有嘣一声啊，那那吉就没声音啊。那吉是用什么？雪球 ？TNT 没声音了，不是那吉？那吉没声音，那吉是 TNT Apple 没错啦。他是啊，没错。可是我也是丢雪球在你脚下。好，好，你。你是黑名单飞了啦，针对我。哎呦，那吉很厉害，他挑着我在丢雪球，瞬间他也跟着丢。同时那个声音，绝对都是那吉太强，是不是？对对对。哈吉，哎，我刚刚当那个自杀炸弹客有没有吓到啊？我想说你怎么跑过来啊？你怎么了？啊！怎么跑过来啊？没有，哇！你怎么死了？我还好。